今天的手语新闻通，我们来学学消防队要怎么比呢？您可以比车子上面有水管，这表示消防车或消防队的意思，再加上这个团体，消防车加上团体，或者是两手伸出食指，表示消防车的水管，再加上队伍，消防队，两种比法提供您参考。